寻味观小分队今天是正式成立了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澳门奇妙游的游戏世界，一起循着第一届澳门之味巡礼与都会醉的脚步，走遍澳门，吃遍澳门，玩遍澳门。不行，我感觉我要被风给吹跑了。等我一下。我刚刚说我可以蹦那个话，我收回，我不可以了。现在，对，你是不是给我玩了一手声东击西？哎，我看见了，啊，在那，就差最后一片了。不对。牛杂多少钱？我就剩50了。我们靠聪明才智、人品爆发。我用拳大开了天，快上位喽！吃龙呢？拳呢？吃我一拳吗？800块，太过分了！澳门奇妙游，美食美景我都有。